大家好，小江。如果这个天气呢预报一整天都会下雨，请问你还会去钓鱼吗？尤其是钓铁板。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懒得出门或不想出门，对不对？因为很麻烦。虽然穿了雨衣，可是外面下大雨，里面一样会湿，就是外面下大雨，里面下小雨。所以很多人是选择不出门的。可是像我鱼毒中这么深的人，怎么可能不去钓呢？对不对？当然是照钓不误。这部影片就是下雨天下大雨，而且下整天，那到底钓得怎么样呢？那我们看下去吧。马家有来啦，你看。Oh no！ 马家有来啦，到呗。哦，酒捞啦！哦，哦，要修哦。我靠！我靠！这样子要抽？我一人爱过来啦，一人爱过来啦，嘿啊！你要后退，那从头那边去，不要从尾巴，从头。酒捞啦！哦，哎呦，哇，好厉害！哦，吼、哦！被干掉了，碎冰哎！哦，哦，要收就不要听我抽，哦，还不要紧，我再用来了。真正有抽了这。
哦，什么物件啊？收回来，我跑来。我叫水足紧的咧，同进同进。潭中港这边有个特色哈，就是阴雨天的时候，天气不是很好的时候，反而遥控有时候会比较好一点。所以呢，下雨天其实还是可以冲的，虽然比较不方便。OK 了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部影片见了，拜拜。